说什么呀？你们，我说的我都要得。嗯。他几乎求的嘛。嗯。我给你个人。考着你啊，考着你啊，我一月的米谷，嗯，这不就个毛，要我带五钞票一个米谷送，还得要我带。我送了一份钞票给他。啊，意思你把送了，你阿龙不方便是不是？是。还一钞票没人干。哎，有小的小的出几笔小的，你。那第六年我就是去大龙的老干。就草岗。哎。嗯，伊鱼缸鱼缸发觉了嘛？那等鱼缸开毛的呀？啊，这水缸毛的。嗯。本，你不要从小打这个，这是水缸毛的，你搞不晓得。嗯。不过女发现的他结婚了，分开，还变干毛的。嗯。叫我这个，祖上的日本的几个结扎个，你要，我妈妈要我带，这个外外都有的，我病也唔搞要求啊。有吃吃下来吃哦，非要是要好，哎，嗯，我呢，我小刘不是到了昆山，有困难你学习书。